这些书你都看完了吗？哪有啊，我就看完了这一本，但是都到期了，也得还啊。老师，哎，还书是吧？对，嗯，你们两个。 上学期期末退步了几名，没考好，寒假都没有什么时间了。我妈还给我找了补习老师呢。这么严重？嗯，你家里对你确实挺严格的。我家庭情况特殊嘛，我要是不优秀的话，我和妈妈在家里就更没有什么地位了。我是重组家庭嘛，爸爸呢大我妈妈很多岁，其实我爸对我也挺好的，只不过这些好的背后都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我必须得是一个优秀的女儿。同学们看我的样子，都觉得我家庭条件优越，每天养尊处优，但其实我从小就学会了很多事情，我会打扫卫生，会洗衣服，还会包饺子。当然了，学习也要好，每年都能拿回来很多奖状。 就这样，我的很多衣服都是姐姐不要才给我的。但那些衣服，确实是因为你在穿，同学们才会关注的。因为从小就需要察言观色，其实我这个人挺敏感的。认识你之后，我觉得我们挺像的，只不过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自己，而我不需要别人知道我是灰姑娘。 我只喜欢做小公主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嗯。新学期不看小说啦？不看了。有新目标？想拿第一。太激进了吧，罗琪琪！你忘了我们怎么说的了？痴心妄想是强大的驱动力。 行，那老衲祝你马到成功，风雨同舟啊！你好吗？嗯。关河，你还真是的，有了新同桌就忘了旧同桌，喜新厌旧。我哪有啊？他有什么可宝贝的呀？别翻人家东西。他还真是个宝贝啊！你看，他翻译这个做什么？依然。 你数学卷子放哪儿了？借我看一下。哦，就在抽屉里。对了，放学别走，等我。嗯。你今天不用写作业啊？我不写了，他说。你不怕老师说你？我不打算跟着学校的节奏来了。学校的节奏适合大部分人，但不适合所有人。我给自己想了一个新的学习方法。我不是说过吗？题目在精不在多。作业呢，我也不是完全不写，但我只写最难的。还有两门理科，我现在上课也不记笔记了，因为记笔记太浪费时间，听讲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吧，当你全神贯注的时候，就好像在跟知识对话一样，特别美妙。记笔记太扫兴了。 说的还挺有道理的。还有就是英语，英语太麻烦了，我确实基础太差，所以现在上课呢都很认真，不管是什么我都记下来，先不去分辨哪些有用，哪些没用，反正就是闷头嚼。你不是也说过吗？学英语就是多听、多看、多朗诵，所以我现在每天早起半个小时用来背英语。 其实事情的关键不是在于我每天花多长时间，而是在于坚持。1年365天，我每天都早起半个小时用来背英语。我从现在开始坚持到高考。如果到时候英语还是不行，那我就认命呗。肯定行，我相信你。罗琪琪啊，罗琪琪啊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开学才多长时间？好几个老师来找我说你上课不听讲，下课不写作业，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？我没有，上课我听讲了。你听了？嗯。你作业呢？你作业呢？到现在我都没有收上来你的作业。我作业真的写了。哪儿呢？你等一下。 你看我写了，我是周末写的，还有这个几何，但我只写难题，简单的我就不写了。物理我也写了，化学我这周末再写。哦对了，我这道题不太明白，刚好问一下。嗯。 这个第一个问我算出来了 m 等于 -2， 但是第二个问我就算不出来。你不是说你上课听讲了吗？只显方程才讲了几天啊，换个问法你就不会了。你看啊，你的题目问咱们倾斜角60度，那斜率是不是更好算了？琪琪，张老师找你问话了。哦，严重吗？没事儿，不是大事。 我看你现在每天都不交作业，你这样真的行吗？我们又不是陈进，还没到自己能掌握节奏的地步，会不会太冒进了？我呢，就是试试看，如果真的不行，我再退回来，都没事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你是不是有一本高考真题手册？嗯，能不能借我一下？上面都是高考题，我本来还打算留到高3再仔细研究呢，你现在就要做吗？借我一下。 行。这些标出来的都是高考大题，挺难的。小心点眼睛啊！I advise every success if you've done very well. Let's have you enjoy more. nice. Have you enjoyed the tree? I'd also like to. I've enjoyed this.来，都过来站成一排，快点！快点！干嘛呢？回家。快点！叫你过去。 来呢是要说一个事儿啊，我就想问一下子，到底是谁手脚不干净？都知道店里客人丢东西了吧？啊，你们觉得是钱的事儿吗？那是六哥的脸面呀！黑皮，让他们把兜东西都掏出来看看，兜掏出来，拿着，这都对，上面都是掏出来。 包的东西掏出来。你刚说的是口袋，不是包。我现在说了包。我不愿意。哎，看看啊！张公子，这包里都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什么呀？这是。 三角函数呢？黑皮，哎，你们还有谁知道这个三角函数这个东西啊？三角裤头我听过，对，学校里学的是三角裤头。你有病吧？想清楚，谁有病啊？ 你刚回来啊？不怕你家里人听见？他们都睡了，所以我得小声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没有啊，今天没有见到你嘛，就想问问今天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啊。 刚还学习呢，差点睡着了。我今天把你给我的东西看了，不就是三角函数吗？我都搞懂了，什么正弦定理、扇形面积、正切函数。怎么样？学习累不累？嗯。要不要我给你讲故事？什么故事？给你讲一个小土豆过河的故事。 那不就是小马过河吗？我讲跟别人不一样。那你说说他是怎么过河的？从前啊，有个小土豆。嗯。他想要过河，但是呢，他不知道这河的深浅。他就找到一头大蒜，他就问这大蒜：“哎，大蒜，你过过这河吗？你知不知道这河深浅？” 三妞说：“这河可深了，前两天我有兄弟过河，都被淹成糖蒜。”你正经一点。然后这小头子就不敢过河了，走着走着又碰见一根葱，结果我说：“这河不深。” 刘林清，小波，哇，哎，我都没来过这儿，肯定特好玩吧？哪有学校好玩？走里边，这些卷子，这学期发的，正好我带给你。哎，你都不知道，你走了以后，咱班有多少女孩念叨你，说你认真努力，人又踏实。谢谢大家了。不过今天除了卷子。 主要是我想请你再帮我个忙。你知道我不上学了吗？啊？你在家自学啊？对。能行吗？说实话，我心里也虚。尽力了，但是就是不知道自己现在什么水平。所以我想请你帮我问问老师，我能不能参加学校最后2次的模拟考试？是。 这个我听你去说，可能还是有些不太合适。明白。要不然这样，下周我在学校等你，我陪你去见袁老师。嗯。哎，你不会还在怪袁老师吧？倒也没有，就是觉得当初的事就委屈你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王丽华现在回来了，我听说是在西安那边跟不上，哼，我觉得他就是吃不下那个苦。 嗨，学习成绩没怎么提高，倒是学了一副省城人的做派。你知道他昨天说我啥吗？他说我这是一副土，我土吗我？行了行了，别搭理他，管好自己就行。我知道我没搭理他，我跟他就不是一路人。来，我带你去上面转转。嗯，走。 啥时候来的？吃饭没有？我不饿。光学习不吃饭怎么行呢？走，哥带你吃点东西去。我不饿，你去吃吧。怎么了？我真没事，你别管我了。124题选 D， 第四个。25B， 第二个。接下来完形填空我就连着报了啊。第26题开始 ，C B B D A。31题 D A C A C C D。 A A B B C A D C。 然后 B 篇是 A B。 放弃这个词，又一次出现在我脑子里。我已经这么努力了，为什么还是没有获得任何成果？是不是我错了？我是不是真的在痴心妄想？我是不是真的就该放弃？ 不，我不想放弃。每一层都得看呀，这么大人。 哎呀，学校人老师都说了，下午就没看见人，人老师说没看见，那就是真没看见，还能骗咱们呀？怎么了？不行，咱们就去那……哎，你妹妹跑了，这一天都没去上学，哎，给她那个同学家都找找，还有那少年宫。行，你说她不能让人给拐了吧？挨个打，一个也别落下。 对对对对，少年宫我去找找去。哎，我也去找找吧。 给你擦点药去。走。他们为啥堵你啊？ 我从学校里跑出来，我想去玩，就遇着他们了。他们问我要钱，我身上又没钱。哎，姐，你平时不回家，是不是就来这儿？对啊。那这儿还挺好的。那你是不是有好多社会上的朋友？ 啥叫社会上的朋友啊？我在我们学校门口就见到好多呢，骑着摩托车转来转去的。那不一样，我的朋友人家都有正经事儿干，不是闲人。哦，脖子，你以后想去哪儿玩跟我说。但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再碰到他们那样的，你不能哭，也不能怂，你越怂他们越来劲，知道不？嗯，等你再大点儿。 姐会带你出去玩的，啥样？你转过来。到底为啥离家出走啊？最近跟妈吵架了是不？姐，我太累了，我马上就要中考了，可是我现在真的不想学了，我不想考试了，我现在就不想考试了。你别哭，哭啥呢你？ 我怎么办？我现在真的学不动了，我后悔了，我不应该去看电视的。妈说，如果我考不上高中，那就不让我回家了。可是我真的学不动了，我想去上班了。行，别哭了啊！妈那是吓唬你呢，你听不出来啊？你别哭了。你现在这种感受吧，姐以前也有过。可你不一样，你从小就这样。你在外面玩得好，你现在学习也提上来了，啥也没耽误。可我不一样，我啥都没玩，妈也不让我出去玩，她管我管得太严了。 妈管你呢，那是关心你。你说你现在这么小，她怎么忍心让你进厂上班啊？是不是？但你现在知道学还来得及，离中考不是还有段时间吗？你别着急，慢慢来，肯定行的。真的吗？你知道有句话咋说的不？ 有了第一次放弃，就有第二次放弃。因为你第一次放弃了之后，你就会习惯性的知难而退。但如果你挺过了第一次，你就会习惯性的乘风破浪。这是去年施状元跟姐说的，你不信我，总得信他吧。行，别哭了啊，回家吧。 走吧，别让妈等急了。罗媛媛，过来，过来，跑！干什么？你得吓死我啊！啊！你把张宇找到现在都没回来。妈，对不起。 行了行了，哭什么哭啊？啊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也掐死我你！我明早还上班呢，你说你这干什么你？天哪你！吓死我了！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你都多大了你啊？你得吓死我们！行了，找回来不就好了吗？ 你这怎么受的伤啊？啊！你看这脖子上，你看，这一看就是挠的，怎么回事？高斌，你跟妈妈说实话。哎呀，说两句吧，你这气死我了！哎、你下次再这样，我非揍你不可！我不仅仅是，你说你这跑出去之后，给你妈都快吓疯了。 姐，这么晚了还背呢？这都快11点了，洗洗睡吧啊！我今天任务还没完成呢。哦，今天辛苦你了啊！你妹妹就是不懂事儿，明天妈给你做好吃的啊。没事，我都行。行，不打扰你了，背吧。能正反应方向进行，同时又能逆反应方向进行的化学反应，叫做可逆反应啊。那么要满足可逆反应，还有两个特点。第一个，同一条件下同时反应方向对立；二，反应物和生成物不可能 完全转化啊，很重要，这两点记住了啊。那咱们在研究一个化学反应，还需要讨论什么问题呢？还需要研究化学反应的进行程度啊。当它达到一个最大限度的时候，就是化学平衡。醒醒！距离高考不到500天了，还睡觉？啊！把书打开。化学平衡记住了吗？妈，你又出来等我了。我不是看你到现在都没回来，着急吗？没有，我就是去了一趟书店，回来就晚了。呵呵，今天给你们老师打电话，你们老师说你换到后面了，为什么呀？那个林依然不是你同桌了？我换了个同桌，人家学习很用功的，女孩。你以后别总给我老师打电话了。 哎，那我不是得替你操心着？你以为我今天为什么出来等你？下午我去探你爸口风了，说只要你考上重点大学，他花钱供你出国。那这话能当你姐面说呀？真的，我真能出国。我早都跟你说了，只要你争气，你妈能给你要来的，肯定都给你要来，不比你姐差。那爸爸还说什么了？什么还说什么？他之前不是让我去西安上大学？怎么又提这事啊？ 你要是能考上清华、复旦，该你去肯定让你去。那考上西安的大学，还不如离家近一点。考不上就别提了。你看你上次的成绩，怎么还往下掉呢？我都未敢跟你爸说，马上就高三，大家都卯着劲儿呢，你可得抓点紧，一刻都不能放松。Have you enjoyed your 2 years in China?